规则应该是吧，就是会变这个储存格一样是，它是 row 嘛，哈 ，row 是四，所以固定是四。逗点的话，后面应该是多少？应该是 j 哈 j， 就是 j， 然后一直往那个右往右方向哈，然后刮弧之后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后面的话，那特别注意哈，其实这个公式的话，基本上哈，你们也可以从这边把它 copy 过来好了。这个其实上面这个都一样，如果你上面做对，你可以怎么样把后面这一串把它 copy 过来来改就可以了啊。那要改哪一些呢？把它贴过来哦。贴过来之后，这个地方哈、哦、要更改。那原则上呢，我们是把这边改为什么？改为 J 就可以了，哈、哦，把它改为 J 就可以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 meet 这个给它的 J， 可是 J 的话，原则上我们第一个还是要什么呢？还是它 J 预设值是2，不对。然后可是我现在要取得是多少？取得第一个是照的话应该是第。编号为一嘛，所以必须把2再减掉到减掉一，好，这样的话呢就完成向右了。所以呢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再把它怎么样，再侦错一下试试看看，侦错就 F8 有没有？刚刚我讲过，侦错啊，侦错。那这边有个逐行，然后来跑，这个我想先把这个地方先删除一下，旧的资料先把它删除，删除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试试看哦。然后逐行的 F8 有没有？这个跑照前孙里，这个向下没有问题嘛？哦，然后再来就有没有跑到向下跑完之后再向右之后的话呢，再来 for j 等于2到21，对不对？这时候 j 是等于多少呢？二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然后跑出去，第一次应该是不会有反应，因为它第一次的话会跟什么呢？一样会放在照这个地方，哦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在 next 再来就是往这个方向，哎，前有方向有出来，孙李周吴郑王，可是问题来了，我们要的方向哈、哦，我们要的实际上是要的是什么？下一个，而不是说这个向右的方向哦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把它做修改呢？哦、特别注意就是把这个值、哦、J